咁而跟住落嚟咧，犀利啦！喺我哋台面上面咧，有啲嘢会发生喎。大家望住我哋嘅台面上面，究竟啲咩精彩嘅事将要出现呢？我而家喺澳门啊！你啱啱落机，你真系赶得切嚟？如果睇唔到演唱会，我打你 pat pat 啦！赶唔赶得切噶？一定得啦！我而家行紧去海天中转大楼搭直通跨境巴士，好快到。好啦，咁我喺议事亭前地等你啊！哎，真系啊！大家知唔知今晚边个约咗喺澳门睇郑容和演唱会呢？睇下边个先，我哋望一望先 ，Elton 同埋啱啱赶到嚟议事亭嘅 Tiger。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 ！Hello，Hello，Hello， 新美大哥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喂，快啲同大家打个招呼先，一齐，一二三啊！大家好，我哋系 Mira。哇，见到你两个，我哋真系好开心啦吓，喂，我估唔到喎，真系啊，阿 Tiger 咁快就到咧，嗬。啊，自从呢、這个香港推出咗呢一个嘅由香港国际机场嘅跨境巴士服务之后咧，旅客想喺香港机场直达澳门系完全冇难度嘅。系啊，你见唔见到佢翘住手几招积啊？系啊，系啊，轻松啊。系点解你咁招积咧？系咪除咗你知道即系啊轻松快捷之外？仲知道多一樣嘢咧，你有冇嗰個 app 先？我梗係有個 app 啦，嗰個澳門出行 app 啊，即係 download 咗佢之後咧，就可以掌握到澳門當地嘅資訊。咁想去澳門邊度咧，就話咁快都到噶啦。咁犀利，咁消息係咪俾啲掌聲俾 Tiger 啊？啊，真係犀利喎！話時話啦，既然佢哋今晚睇演唱會仲有咁多時間 ，Elton 到你啦，我哋邊度玩好咧？係。講到玩，其實澳門有好多選擇。係啊，咁我陽光小子嚟㗎嘛，咁啱玩，梗係去水上樂園啦。係啦、啊，如果仲有時間，可以玩埋 zip line 啦。zip line 啦，仲有一個，係仲有一個最最中意嘅，我咧依個真係刺激呢、這個。真係未試過，真係未試過。室內跳傘，室內跳傘，俾啲掌聲先啦，係啊。個掌聲嚟自咩呢？因為去個水上樂園嘅時候咧，我諗咧 ，Elton 咧一定會除衫啊，係嘛？然之後你好勁嘅肌肉，哎呀，呢、這個先係最緊要。不過當然，澳門咧，除咗有咁多呢、這個即係刺激好玩嘅玩意之外咧，仲有一個情侶拍拖拍攝結婚照舉辦婚宴嘅好選擇地方嚟嘅。我朋友仔咧就佢想下個星期帶女朋友咧就去松山燈塔啊，又或者係大笨鐘求婚，佢決定唔到喺邊度。咁啊，托我問下 Elton， 因為新先多謝佢好鍾意我先啲嘅吓咁就最好啦，第二个係你个哦，呢个好选择，因为真係浪漫嘛，咁喺嗰度求婚呢应该呢就冇难度啦，可以呢即求婚嘅时候呢增加成功率，不如咁啊，即席示范一下。好，咁啊，示范下啦。系，咁我用 Elton 嚟做呢一个嘅。咪住先，咪先，咪先，咪先。我成个人冻喺你中间，你系唔同我讲，系同佢讲嘅。新美大哥，新美大哥，嗱。哦，唔系。咁我知对住我可能讲唔出，我都系俾翻 Elton 你啦。好啦，好啦 ，Elton。而家系10月21日嘅下昼1:40，因为呢一分钟我同你喺埋一齐。我会记住呢一分钟噶，多谢你。Cut take， 好感动啊，好感动！大家感觉到嗰种感动啊，系啊，系，好在唔系我啫，我如果我喊噶啦，我听到，好就系你。喂，咁调翻转，佢嗰个咁感动，嚟到我哋嘅主教山呢度，你又点样教我个朋友向佢个未啊？系啦，冇错啦。OK， 有冇音乐噶？唔好再俾我见到你吓？点解啊？我见你一次，中意你一次。啊！我想问甜唔甜啊？甜。哇！我谂我 friend 学咗，即系唔知会点样啦。不过好肯定咧，喺呢度见到好多咧，即系蛋白粉啊、招呼队啊咁样咧，系、哎、全部冧晒啦。唉、哎，真系好啦。好啦，
讲咗呢一种浪漫之外咧，仲有另一种浪漫嘅，男人嘅另一种浪漫嘅另类浪漫，知唔知系乜嘢？就系呢一个嘅大赛车，耶、yeah, ！一齐俾掌声，冇、yeah. 错啦！澳门年度国际体坛盛事咧就系、是。车咯噃，咁啊将于咧11月11至12日啦，同埋咧16至19日举行嘅，咁啊合共咧有11场嘅赛事噶，当中嘅重头戏啊包括咧就大赛啦，咁啊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世界杯，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澳门 GT 杯啦，同埋咧澳门东望洋大赛。TCL 世界巡迴赛最终站嘅，咁啊当然咧仲有啦，我中意电单车啦，咁啊就澳门格兰披治电单车，咁啊第55届大赛等等噶，咁啊嗱赛事门票咧已经公开发售噶咯噃吓，咁啊大家留意啦，咁啊我啱啱咧就约咗上届嘅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东望洋大赛嘅亚军得主，咁啊同我哋一齐啊浪漫一番，嗱之后请香港赛车手卢思浩，大家一齐俾掌声思浩。思浩你好，思浩思浩 ，hello， 听唔听？系思浩思浩，诶，企喺我隔篱啦，思浩，我咁难得可以见到你，我知咧，佢哋两个都有啲问题，即系想问下你，难得见到啊，得奖赛车手，哦 ，Elton， 我嚟先，我嚟先，因为我细细个咧就觉得车手呢个职业咧好梦幻，系啊，其实点样先有资格做到咧？其实咧，我谂首先咧要有一个正确嘅方向啦，系，咁咧，我觉得可以而家得到呢、這个科技嘅。發展啦，係啊，咁咧而家可以參加啲自模擬器嘅比賽啊，可以學習到一啲正確嘅觀念啊，同埋一啲正確嘅技巧。冇錯，咁能力許可之後啦，咁就可以嘗試去踏足真正嘅賽車場啦，去揾一啲正規嘅賽車學校或者賽車嘅教練咧，去學多啲唔同嘅技巧啦，累積多啲經驗啦。咁跟住能力許可啦，主要都係。之後咧就可以去參加啲適合自己程度嘅比賽，比賽啦，或者多啲經驗啊。係啊，咁我哋之前好似有一套電影都係講啦，有一個賽車手咧都係由打機開始嚇，咁然之後到就成為咗即係專業嘅賽車手。咁所以大家咧都要記住啊，唔好放棄啊。不過就要記住啊，要正確嘅觀念呢、這個好重要嘅，控制好控制懂得控制，唔係淨係快咁簡單嘅，呢、這個好緊要嘅。不過Tiger 你有咩想問？難得佢喺度啊，真係。到我啦，咁我想問啊，咁東望洋不嬲都係呢個車手。有嘅一個聖地嚟㗎嘛，咁但係東望洋呢條賽道有冇啲咩咁吸引你哋嘅魅力？係啊係啊係啊，我諗係因為香港同埋澳門咧，大家個距離好近啊，咁咧其實大家又講廣東話啦，咁變咗大家嘅賽車嗰個文化咧，其實係互相影響嘅。咁其實咁多年嚟咧，再加上好多香港嘅車手啦，一直都喺呢個澳門嘅賽道上面好活躍啦，每一年都一定會有澳門嘅車手，都有香港嘅車手。係啊，咁所以咧。我都喺呢一個氣氛下面長大啦，咁所以咧變相有車牌之後咧，就覺得哦，始終都會好想去參加澳門比賽啦，梗係啦，咁所以變咗每一年咧都會用呢一個目標，即係都以澳門去比賽為咗一個目標。係，其實以喺世界嚟講咧，咁啊賽車當中咧可以街道賽咧出名咧，即係澳門就係就出名。我諗世界各地嘅唔同嘅賽車手都想去澳門賽一賽，更何況我哋香港賽車手咧，係咪？咁所以咧就好重要嘅。咁啊，思豪，我想問係啦，咁啊跟住落嚟第70届嘅即係大賽啦，咁啊你會參加邊幾個賽事咧？咁啊準備成點咧而家？首先因為今年咧係70届嘅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啦，咁其實咧，澳門賽會啦，每逢10周年咧都會舉行一個雙週末啦。咁今年咧都唔例外啦，今年咧第一個禮拜我會參加 TCL 亞洲挑戰賽先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今年嘅賽會有啲特別啦。咁其實咧喺第一個禮拜第二個回合入面咧，如果前8名嘅車手咧可以受邀參加呢、這個TCL 世界巡迴賽，係啦。咁所以咧變相咧，咁再加上係因為上年我喺呢個賽事入面有成績啦，係啊。咁所以咧世界賽賽會咧亦都有通知我，其實就我可以直接。進入去第二個星期，哇！一齊俾掌聲先，好犀利啊！咁啊，所以今年度係真係10年1遇嘅，好開心可以連續2個禮拜都可以參加比賽。係啊，咁啊嗱，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差唔多時間都係即係依段時間就即係澳門賽車啦。咁啊，我哋咧由細細個就睇噶啦，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唔知道大家發冇發現，好多時候呢段時間咧，我哋都係考緊試噶。
我成日都系咧考紧试嘅期间咧就偷睇赛事嘅，所以咧今年大家要记住支持咧啊我哋香港车手，希望咧大家到时一齐考紧试都好，抽少少时间睇我哋澳门大赛车，好唔好？我一齐俾啲掌声佢，好唔好？好啦，咁啊而今日咧前面拍咗两架战车喺度，其中咧咁一架就系嘉乐嘅战车啦，我亦都系上年参加咧呢个新濠大湾区 GT 杯嘅，咁啊可唔可以介绍另一架就系你嘅战车咯？今年咧我係會揸架全新嘅現代嘅 T-Style 賽車啦。咁其實咧，過去幾年咧，現代呢一個牌子喺歐洲嘅賽場嘅世界入邊咧都大放異彩啦。咁其實我今年揸嘅呢架車咧，過往亦都係連續兩年咧世界巡迴賽嘅車型冠軍嚟。哇！即係喺嗰度拍咗銀色嗰架啦，係咪啊？係啦。大家可以見得到啦，大家可以見到咧上邊咧好多即係唔同靚嘅賽車嘅拉花啦。其中一個我好中意睇嘅。嗰陣時候我唔知嘅，就係、是、上面咧有你個名字，隔離咧有個 O plus 嗰個字嘅，就即係你嘅血型啦，係咪啊？呢、這個咧我見到我好開心，因為我都係 O plus 血型嘅，係、哎、啊，好似感覺同你好似你都揸到車係嘛？係啊係啊，好似我揸車都即係有翻咁上下技術啦咁樣啊。好啦，不過我就冇辦法，我要做嘢啦。你哋想唔想落去坐一坐個戰車啊？梗係想啦，話曬都係新車，可唔可以車我哋走一轉？可以走一轉，不過咧可能我哋完咗先啊。不過呢個時候，不如咁啊，請你帶佢兩個睇下你嘅戰車好唔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好啦，我一齊俾掌聲係三位，咁啊休息一下先好唔好啊？唔該曬，再俾掌聲 ，Elton 同埋 Tiger， 當然就有思豪啦，唔該曬。哇 ！Thank you。好啦，頭先其實 George 睇即係第一睇到嘅咧，佢。跳舞嘅時候咧，都留意到你咧身後邊嘅 LED wall 咧所播嘅賽事精華片段啊！咁今年嘅大賽車咧，咁等11月先有一睇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可以做啲咩嚟望梅止渴咧？咁樣問下 Elton 先 ，Elton 有啲咩可以望梅止渴咧？你覺得望梅止渴嚟講咧，投其所好先啦。我自己又中意電單車，係啊，我會推介大家去呢一個大賽車博物館。哇，係啊，啱曬啦！咁除咗有車睇之外咧，嗰度仲有一個最先進嘅，係啊，有一個模擬器，叫格電模擬器。格電模擬器好犀利！咁啊，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咁啊，可能喺啲格電模擬器裏邊咧，睇下你自己適唔適合做賽車手。如果可以嘅話，你真係向住呢個方向行都唔錯，可以感受一下咧東望洋嘅賽道咧風馳電掣嘅刺激感覺。咁好啦，咁啊 ，Tiger， 你又。即係提議我哋去邊咧？我知道咧，今年博物館係首次同呢個香港道沙夫人嘅蠟像館去合作嘅。冇錯，咁樣佢會展出咗八位國際知名嘅車手，連冼拿都有。係啊，好期待見到啦。好咁到時大家就可以咧一齊去感受啦嚇。咁啊，你要咁話啦。咁啊，我想話咧，除咗大賽車之外咧，澳門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盛事同埋節日㗎。咁啊，係好多唔同嘅。我問一問阿 George。喂，係，我又翻嚟。好啦，你翻嚟啦。Josh， 是你又想去哪一個呢盛事當中？盛事當中，因為我嚟緊十月尾咧就會去澳門拍嘢嘅，係，咁就會去呢個嘉年華，澳門一個嘉年華就想去感受一下澳門人嘅嗰種熱鬧。嚇，咁啊當然啦，去到呢個嘉年華，大家仲可以咧可以食到正宗嘅葡國菜添啦，呢、這個就係最好啦。咁啊，不過當然咧，我咧解唔同啦，我就報咗名參加咧十二月舉行嘅澳門國際馬拉松啦。咁啊，原本咧約埋你哋一齊去嘅，不過咧，反應太熱烈，所以首個項目嘅報名咧已經滿曬額啦。所以有興趣參加嘅朋友咧，明年一定要趁早咯噃。好啦，咁啊 ，Tiger 你咧？我就好期待呢个一年一度嘅幻彩耀豪江，咁啲灯啊好靓，打卡就真系一流啦。冇错啦，咁啊打卡啊梗系最好啦。咁啊而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讲到打卡咧，澳门好多唔同嘅打卡热点，而你哋三个都算系打卡界嘅专家啦。我哋今日咧预备咗三组唔同嘅难度动作，同你哋一齐咧澳门打下卡。咁啊，不如咁样，现场嘅传媒朋友同埋观众咧，一齐攞你的手机，咁啊，帮佢哋打卡啦，好唔好啊？嗱，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打卡热点嘅，我哋逐个睇下。第一站咧嚟到呢个恋爱行，咁啊，睇下佢哋指定动作。恋爱行咧，系因为有特殊嘅名咧，而闻名于即系大家，咁啊，婚纱拍摄嘅热门地点嚟嘅。究竟系啊？呢个打卡照准备好未？好啦，嗱，一、二、三，咔嚓！哇！俾你噶，哇！好嘢，俾啲掌声先，你哋唔好挂住影相先得噶。但你要留意吓，当你下次咧
嚟到呢一個咧戀愛行嘅時候，都要擺翻呢個姿勢影喎。如果唔係唔掂啦喎。第二個啦，嚟睇下先。第二站嚟到位於咧十月初五街同埋海邊新街嘅彩虹屋，咁啊色彩繽紛嘅彩虹屋咧，係近年備受旅客喜愛嘅打卡熱點嚟嘅。好啦，佢哋望緊啦，點樣去整咧？哇！如果真係去到呢一個彩虹屋做呢個打卡，都幾招搖啊！真係。準備一二三 ，action！咔嚓！雙龍出海嘅姿勢 ，OK， 俾啲掌聲，好唔好？哇！蟹形拳，我齋睇佢哋打卡，我自己都出汗，冇話佢哋要做呢個動作。好啦，最後一站咯，嚟到位於咧路環黑沙海灘西南岸嘅龍爪角，最啱嚟呢度咧欣賞咧澳門嘅海岸線同埋日出日落嘅天然美景。不過你投降輸一半得唔得先？得、我嚟，手當腳，好，好啦，哇！準備一二三，決策！哇！呢個黃昏靚景當中咧，就可以見到呢、這個。呢个非常于呢个黄昏当中嘅靓动作啦，好啦，三个做晒，大家满满意觉得做得好唔好啊？好啊，俾啲掌声啦！掌声啊！好好啊！我觉得你三个都做得好好，咁咧，所以咧十一月初咧就可以去澳门参加咧 Yoga 城市瑜伽运动节，咁啊其中咧就系瑜伽课程咧，仲水上瑜伽课程咧首次咧注入澳门噶吓，冇讲咁多啦。咁啊，既然系咁样咧，你咁辛苦，咁啊做咗咁多动作，我睇我都出汗，我谂你哋都要抹一抹汗，咁啊休一休息先啦，哇！再一次俾掌声三位，唔该。哇，好犀利啊，真系！原来而家要影相打卡，诶，俾你哋 like 咧，真系绝对唔系咁容易，唔系挫一挫样咁简单啊！咁啊，多谢三位咧为我哋示范。大家玩得咁开心，唔好俾佢停啦，即刻同我哋现场观众玩个游戏好唔好啊？咁啊，胜出嘅现场观众咧可以获得咧第七十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嘅门券，同埋咧澳门通两张噶噃。咁啊，请埋 Elton 同埋 Tiger 出嚟先，有请两位。咁啊，仲有我哋四位现场观众，咁啊，请佢哋出嚟同我哋分两队玩啊！咁啊。Tiger 同埋 Elton， 咁啊每邊咧就加多兩位，咁啊請佢哋上嚟。好啦，嗱咁啊兩位嘅隊長喺度啦。好，咁啊我哋分開兩邊先，咁啊好啦，小虎隊去 Tiger 嗰邊 ，hello。然之後咧，好啦，有 Elton 隊，Elton 嗰邊，好啦。嗱，講一講遊戲點玩先。遊戲咧分成 Elton 隊啦，同埋小虎隊兩隊噶噃。咁啊，每隊咧將會咧拍住咧兩位嘅現場觀眾啦。大家見到啦，我咧就將會發明咧動作題，同埋四條嘅有關咧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嘅問題噶。識答咧就可以舉手。咁啊，聽到叫咗隊名咧就可以作答。答啱咧有十分，答錯咧另外一隊可以選擇補答。補答答啱咧得五分嘅。咁啊，嚇明白啦，嚇明白啊？好，明白。遊戲開始前咧，咁啊兩位隊長出嚟猜個包剪揼，因為咧勝出之後咧可以有一個秘密武器送俾你哋嘅，好唔好？咩武器咧？猜咗先知。好嚟啦，包剪揼。哦，恭喜曬 Tiger， 犀利啊，真係啊 ，Tiger， 咁啊一個教剪就贏咗，贏咗呢個秘密武器係咩咧？呢個秘密武器咧就要送俾你啊，就係我哋頭先香港賽車手盧思豪，思豪，哇，思豪你好。Hello， 你好，你好，之后咁因为阿 Tiger 赢咗咧，所以咧你就归咗阿 Tiger 队啦，系嘛？可以，好啊。咁你礼计啲啊，因为有好多赛车题，之后识晒嘅系啊。唔紧要，我有佢哋啊嘛。吓，系啊。哦，系啊。一睇佢哋两个咧，赛车女郎咁靓，应该咧都应该识啲赛车嘅常识噶啦。好啦，嗱嚟啦喎吓，睇下究竟边个答得到啦。第一条咧系动作题嚟嘅，咁你两个都要分别做，点玩咧？一阵间咧就系我哋咧隊長們就喺度望住個熒光幕，咁啊過嚟啦，咁啊 Elton 先啦，我見你猜輸咗，你企喺中間呢度。好，冇問題。望住佢哋熒光幕，一陣間咧，你又面，我哋想見你個正面多啲，你咁靚仔係嘛？跟住咧，你兩個咧就要望住阿靚仔係嘛？靚唔靚仔？好靚仔。我哋記住喎，望得太耐要眯一眯眼喎，如果唔係你暈喎。暈咗啦。係咁快暈你就咁，你長時間眯埋眼啊！你要。嗱，你哋咧就要估下後面出現咗啲咩字，咁啊 ，Elton 咧就會用動作咧就做俾你睇，咁啊記住啊，嗱，佢嘅動作咧就唔使講嘅，一定做得好好噶啦，答唔到係邊個嘅錯，
我哋哎呀，今日未，可能我个错都唔定嘅，所以你要努力啲，知唔知道啊？嗱，我哋咧限时一分钟之内，肢体动作俾你哋两个估得最多有关澳门嘅题目咧，就为之胜出啦。好，咁啊嚟啦，准备好，准备好，开始，一分钟。哇，呢个地方，三个字嘅，三个字嘅系第一个字。好，头。你话点做啊？你写个字指住块面咯，呢个样咁英俊。英俊里面边个字啊？喂，你哋讲啊，你要讲先得噶。英唔系英，唔系英。俊俊系啦，俊。第二个，第二个佢唔知佢嗱，呢个肥啦，肥嘅相反。俊瘦啱就系啊，啱啦。俊瘦咩？圈啊？咁样唔系圈喎、啊，通圆唔系喎，通常一个地方。讲咩话？喂，俊瘦围啱啊！好，第二个，第二个。喺三个字，三个字，后两个字咧系一个地方嚟，地方嚟啊，系好远嘅。我讲咗第三个字先啦，呢个应该易嘅，系嘢食嚟嘅，葡国鸡，葡国鸡，唔系，佢唔喺葡国嘅喎，方向正确。咁嗰个地方系葡国下边再下边嘅，长跑好叻嘅，长跑好叻嘅系啦，个长跑好叻，长跑好叻嘅边度？长跑叻嘅边度？咩鸡？乜乜鸡？三个字。咩州咁樣？歐叻，非洲雞，係啦啱啦，唉，下一個非洲雞，係下一個啱咗啦，下一個啦，下一個啦，好 ，OK， 哦，我點解冇下一個？原來時間夠，時間夠啦，係啊，咁即係一分鐘入邊咧得兩個啫，哎呀，快樂不知時日過，快樂不知時日過，好啦，咁你哋有兩分，咁啊好啦，咁你休息一下先嚇，加油，好，加油，到啊 ，Tiger 到你哋啦，小虎隊過嚟。是啦 ，Elton 队又去到我哋嘅，我哋换一换位先。系啦，去思豪嗰边啦。好，嗱，好明显咧，你哋头先咧睇到人哋点玩之后咧，就有啲经验啦吓。你两个准备好未？准备好。多唔多过两分？三题。三题好，哇，好有志气啊！三题啫，系好嚟啦，音时间开始嚟。喂，三个字，你一三十秒啦。系啦，佢系一条嘅。路系啦，跟住头咧，好靓嘅。路唔系路，靓嘅。美人行，啱啊！佢讲中咗美人行啊，好嘢啊，好嘢啊，佢好熟啊。美人行下个，系啊，但唔系美人，但唔系美人。美女行。系啦，啱啊，美女啊。好，第二个我头先讲过嘅，一年一度嘅，啲灯好靓嘅。加蓝披字。唔系，头先佢最中意想睇嘅，啲灯好靓嘅。系啦。花灯字。打卡嘅，一年一度喺澳门嘅，系啊，佢哋系咁嗌啊，耀豪哥啊，系啊，好似咧有个 friend 叫耀豪咁啊，耀豪哥，耀豪哥，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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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耀豪光啊，幻彩，系啦，冇错，幻彩耀豪光啱啊，好，第三条，如果答到你就赢啦，最后五秒，赛车，赛车，计时，都冇让啱，够钟，打我。打喎，好打喎，好啦，讲咧，你企翻嚟呢个中间啦，企翻两边队，两边队，两个队长企翻中间啊，嗱，唉，估唔到啊，第一条就系打喎，咁唔使担心，跟住咧抢答题，抢，我睇唔到你两个，要侧边睇你两个先得，抢答题咯，嗱，抢到就有分噶啦，听住，东望洋跑道总长度几多公里？思豪系啊，思豪交俾你啊，系东望洋跑道系6.12公里，准确啊，精准，喂，俾心机啊，我哋玩紧噶，比赛我哋，喂，两位赛车女郎，俾心机啲吓，好啦，第二条喺赛事进行期间见到红旗代表乜嘢啊？赛事，哎呀，唔好意思 ，Tiger， 我因为我见到个队名举起咗先，冇问题，系 Elton， 赛事终止。作啱啊！哇，果然赛车少女都可以攞翻一分啊！跟住第四题，嗱 ，Mira 其中五子咧，其实咧喺去过咧观赏澳门格兰披治大赛嘅，边一年？好 ，Elton， 你咪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啱啊！哎呀，阿思豪估唔到呢条你唔识系嘛？当其时赛紧，佢赛紧，所以太深啊！唔知观众席系边个啊？跟住呢个最后一条啦，东望洋跑道有6个弯，讲其中2个弯嚟听下。思豪知唔知啊？哇 ，Tiger， 咪住先，嚟呢个思豪唔俾答。好，因为咧我见到呢个女仔咧
佢唔理三七一舉，跟住之後指住思豪，俾你講。有產房灣同埋係咪豪景灣？你照望住都讀錯嘅你，你已經望住我份稿嘅咯喎。豪景灣，你由細到大都未聽過豪景灣，冇。補答，補答，誒補答補答補答。法甲灣。渔翁湾啱啊，五分，哎呀，补答好啦，咁啊，去到最后两队分数边个胜出啦？我想听，我系咪计紧啊？计紧系嘛？计咗啦嘛？好，结果我知啦，胜出嘅就系 Elton 队，耶、，Thank you。系不过咪两队表现都好好，咁啊，大家咧认识都好高，所以咧，我哋今次咧虽然系你哋胜出。但是兩隊都有獎品，好唔好啊？咁啊，兩隊獎品最開心啦！咁啊，我哋有請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文以華局長嚟為我哋頒獎，有請文局長上嚟為我哋頒獎，一齊俾掌聲，文局長！好啦，無論 Elton 隊嘅兩位賽車少女啦，同埋小虎隊嘅兩位咧，賽車啊，都係少女啦，係啊。一樣一係一樣少女咁啊，所以究竟咧兩隊咧都可以得到咧我哋嘅獎品送翻俾佢哋嘅。咁啊當然啦，我哋兩位隊長同埋阿思豪咧就冇啦，阿思豪冇啦，哎呀，係啊，你下次你希望喺文局長手上面攞個獎咧，就係我哋賽車嘅獎項就最好啦啊！好，咁啊亦都請咧局長同咁多位咧一齊影張大合照先。咁啊，請局長咧企喺中間，咁啊同我哋咧咁多位嘅嘉賓啦，一齊影張大合照先。好，好，咁啊，我哋請個攝影師幫我哋揀個有利位置，係啦，最靚靚望住前邊。哇，今日最開心咧就係見到咧，就係阿 Tiger 咧同埋 Elton 咧，佢哋兩隊嘅 fans 咧，大家都好開心，都幾好笑容。好難得呢、這個最重要，俾啲掌聲佢哋喺度，多謝曬四位嘅現場觀眾可以到台下邊休息。不過咧，我哋四位嘉賓就留喺台上邊啦噃嚇。咁啊，好啦，我哋嘅係啦，現場賽車少女可以到台下邊休息。咁啊，因為咧今日咧快樂嘅時間咧過得好快啊！今日嘅感受澳門感受澳門咧嘅無限式嘉年華咧，差唔多到尾聲啦。請台下所有嘅嘉賓影合照好唔好啊？首先請我哋四位咧到我哋。台前面的手语肉部第一级，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帮他带领他们，然后就请今天我们来到的其他的嘉宾一起上到台上面。好，第一级第一级，我们这么多位，是的，好，其他嘉宾我们一起上到台上面，我们一起拍这张大合照了。好了，今天我们来临的嘉宾众多，不要客气了，全部都是在嚟緊日子裏邊咧，將我哋美好最澳門最好嘅一面咧，帶俾我哋所有嘅旅客，咁啊俾大家感受到咧澳門樂無限嘅。好啦，好，好 Natalie 喺到最左邊啊，我企喺 Natalie 隔離嚇。好，我哋望住前面正中间嘅位置吓，咁我哋嘅摄影师咧帮我哋影张最靓嘅相。好啦，仲有我哋嘅嘉宾。好啦，当然仲有 Yumi 啦，同埋 Josh 啦，系啦，一齐企到前面嗰度，系啊，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好，大家拍埋少少啦。好，大家側身啦，係好似選美咁樣，大家側側身咁就得噶啦，就企得走曬噶啦。好啦，我哋前面咧先影咧，我哋前面中間咧所有好，大會攝影師望住佢先。好，我哋望偏右啊，一齊望右手邊少少。好啦，望翻中間我哋嘅傳媒朋友。好，我哋將我哋笑容帶去最左手邊，耶、好，最中間。
系啦，望住中间啊，我哋有啲手机嘅记者朋友，你望住好啦，中间再望多少少。嗱，跟住咧有一个咧摄影师咧就特登跑咗上去二楼上边咁，原来一齐望住上边。Hello， 哇，原来上面有好多 Elton 同埋 Tiger 嘅 fans 喺度。Hello， 仲有 Yumi， 哇，仲有 Josh fans 喺晒上面啊。Hello， 好啦，礼成，再一次俾掌声咁多位。